这个对面是三段台，哎呀，我应该换位卡了。我那个反应，这个再用剑气喷我试看看了。了一下，直接 拉回来，哦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我最后把他夹了，他一定觉得，他刚一定觉得爽，剑气直接把他喷死，结果我转回来害死他，哦，吓死了。最难的就是护队友。哇，计时五。让我干死你！哇，这个雷霸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我干死他，怎么还是我死？来，再一次，干死你屁啦！我这个角度我百分之百会赢的。这个比扯铃还扯，我操！我还没放弃，我还没有放弃。干死你！干！这我把队友杀了，队友杀到那个对面，靠！我讲话讲到自己失误，没关系。笑死我了！
啊，断了一个！看那画面实在太悲戚了。 让我来追第一给你们看了。过了啦，哎，完蛋！干，被夹哦！尾数的提速不行。 干，气死！过完那瞬间太轻太松懈了，我要守住这个第三名了。可恶啊！ 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？我好像随便一碰我就死了哦！天哪，头痛，心态崩了，心态崩了，算了。 可惜了，刚刚那一局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！哎呦，这个车是不是太轻了？我怎么觉得我飞好远哦？再次好轻哦！ 哦哟！看能不能骑差拼一下。啊，太累了。 没控好。啊，有个队友在那边搞笑了，难怪没有燃气。 输啦！啊，只有一个到终点而已，谁啦？谁？这张怎么跑？等一下，浮漂图。 哎呦呦！难道你也不会玩？这是你们首尔哎！啊！输，卡一下位。
我忘记长什么样了。 断台！哇，气量好像不太够。可以，这个气应该可以。 啊哈！换一个好了。好，换一台车好了。